我们义大世界，我们在2016年开始筹备，然后2010年开业。那义大世界购物广场，等于是全台湾第一个 Outlet Mall 品牌指引，特别是很多国际精品指引的一个 Outlet Mall。之后，今天呢，我们很高兴，我们能够联手这个携手这个。那这个呢，我觉得非常开心的是说呢，因为我们义大世界购物广场不只是提供购物休闲，那我们觉得呢，我们从这3-4年来。我在回到义大世界呢，我在提倡的很多的事情，就是说，其实现在的生活不只是购物，来到这里，我希望大家能够体验新事物，然后能够呢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上能够提升一些生活美学。所以呢，近年来我也举办了很多花艺、茶艺讲座、珠宝鉴赏，甚至时尚被销售。我看现在的正佳购物中心还没有这么多人在做这个被销售好的台上，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展览哦展出。那这会展到6月，然后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年轻的这个学子啊一个这个表现舞台，展现他们的创意，展现他们的才华，这也是一个产学合作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收获啊。那我觉得说呢，这只是一个开始，未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合作。那我大学的这个学生的作品哈，如果要在一个很大的场那个哈公共的场地展出的话，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哈。那一所大学刚好，我们对面的这个大奥运馆，我们产学研的营运总中心这边的这样的一个联系之下哈，我们也谢谢哈王总啊，非常慷慨的哈，这样的一个场地也是无偿的借用我们一所大学。传播设计学院，他们来把4个系的这个作品啊呈现给我们的社会大众，那让我们的社会大众来这边购物的时候，同时也会有新的啊这样的一个概念的一个产生啊。就我觉得，商场其实它不应该只是购物，它应该要结合休憩、休闲。然后呢，另外一个，我觉得现在的大家的生活很重视在体验，体验还有尝试这些新事物。甚至呢，我们应该要说有更多创意的这样的一个展现。那我觉得说呢，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义大世界购物广场这样的一个舞台，特别是我们占地这么宽广，又这么舒适的一个室内的这游逛的这样的一个长廊式的购物中心，我觉得呢，我们今天可以把这样的展现给我们的消费者，就代表说，我们虽然是 Outlet Mall， 但是我们 More than Outlet。We're more than outlet 啊，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应该是现在一个趋势，也是未来的趋势。我觉得说现在时代在改变，尤其是年轻的消费者。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舞台，可以给平台，可以给这些年轻的学子，特别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关系的相的合作。所以说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的一个开始。购物商场也是一个能够把这些创意商品化的一个地方。如果呢？有这样的平台让他们来展示，然后呢让大家看到，说不定在这里面呢就隐藏了很多的可以将来商品化的契机。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谢谢。